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自为人医守护爱，我是大林慈济院家庭学科李明南。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请大家听一段声音。刚听到这段声音呢，是我们在每年七月在毕业的时候，大家可能可以听到的，叫做蝉鸣哈。这偶尔听一听好像还不错，但是如果有一个人一天24小时，一年365天，白天工作休息，晚上睡觉都听到这种声音，那可能就会疯掉。像这种耳鸣呢，在台湾是造成很多人的一个问题。那什么是耳鸣？然后耳鸣要怎么治疗？那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我们大林慈济医院耳鼻喉科王俊豪医师，他同时也是我们睡眠中心的主任。那等一下我们好好请教他这个问题，王医师。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林慈济医院睡眠中心主任啊，同时也是耳鼻喉科的医师黄俊豪。那黄医师除了是我们耳鼻喉科医师之外呢，事实上也是我们睡眠中心的主任哦，对这一方面包括说睡眠啊还有听力这部分有很多的专研。那开始在听你在讲耳鸣之前呢，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负责 call-in 的接受 call-in 的医疗团队。第一位医师是营养治疗科陈廷昌主任，肾脏内科李正豪医师，整形外科许宏达医师，胸腔内科许淑兰医师，护理部陈玉兰护理长，还有护理部许美莲副护理长。各位观众，如果有什么健康上的问题，欢迎 call in 02-6-8066，由我们接受 call in 的团队来帮你解答您的问题。那黄医师，我们知道说，其实耳鸣的问题好像很多哈，你很多病人有这种困扰需要来找你解决哦。那你们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耳鸣？哦，耳鸣就是我们人在没有外来声音的刺激的时候，哦，他自己会听到声音，就耳鸣。那耳鸣大概会可以分为两大类了，一个就是说跟我们耳朵神经没有关系的问题，比如说中耳炎、外耳炎、肌肉紧绷，或是血管瘤，这种叫做非神经性的耳鸣，这个只要找到病因，好好治疗，很快就好了。是。另外一种比较难缠的，就是神经性的耳鸣，本身的耳朵或者神经或者是脑部出了一些问题，这叫做神经性耳鸣，这比较难治疗一点啦，还比较麻烦一点。所以实际上神经性的耳鸣也是在门诊里面困扰我们很多病人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到底什么叫神经性耳鸣？它的成因是什么？怎么去治疗呢？那么待会再好好来请教一下我们黄俊豪黄主任哈。那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先进一段有关这个疾病的影片，请进影片。无意中听到好的很小的流水声。啊，每天都会注意到，晚上睡觉会注意到他，啊，一天过去一日子在注意他，好像越大声了，睡不着，一天听到很大声就睡不着。辗转难眠的谢小姐，从2年前开始有耳鸣的困扰，从流水声转变成高频的虫鸣声之后，不仅听觉变得过度敏感，影响日常生活，在静寂的夜晚，老人的耳鸣声更是严重影响睡眠。日夜不堪其扰的谢小姐，找遍医生，服用各种药物，却不见疗效，束手无策的她，开始怀疑自己是否长了肿瘤。也是没好，也是一样啊，都没有改善啊，都没改善，这样是断断续续在看这样啊。有时候说啊，不要管他了，也反正看不好啊，你看不好，哎，看不好，你晚上会胡思乱想，想说，哎呦，奇怪，不知道是脑长什么，还是耳朵里长什么，到底身体哪里有毛病这样，不然怎么耳鸣这样。2012年10月中，谢小姐来到大林慈院耳鼻喉科黄俊豪医师的门诊，于是黄医师安排她进行听力检查、听觉脑干反应检查、睡眠多项生理功能检查以及电脑断层检查等。在排除非血管瘤与听神经瘤后，确诊谢小姐是罹患单纯的神经性耳鸣合并中度的阻塞性睡眠呼吸中止症，于是黄医师针对阻塞性睡眠呼吸中止症给予药物治疗，神经性耳鸣则是建议他进行耳鸣舒缓治疗。啊，以前都不知道是以为耳鸣只有一个人啊，你的团体治疗说，哎，原来也有人耳鸣，你跟我一样呢。对啊，就说好像心就放轻松一点，原来不是我一个人在生病，就会这样心里边放下，放心下来这样。
新成立的耳鸣舒缓特别门诊是由耳鼻喉科、神经科、中医科结合而成的医疗团队所提供的整合性治疗，其中声音遮蔽疗法是以近似耳鸣的特殊载频声音压抑患者本身耳朵与脑部的耳鸣声音，此时脑部神经会发生一些变化，使得耳鸣的声音减小。课程中技术师适时的协助谢小姐调整音量的大小，放松聆听的她正在接受声音遮蔽疗法。另外，心理减免治疗需要在放松的环境与充足的时间下，由医师与心理师进行专业的解说与引导，让患者正确了解耳鸣的成因，以肌肉放松训练、转念与自我暗示等方法来减轻耳鸣所带来的焦虑、恐惧与失眠等困扰。治疗课程的最后一站是耳部针灸，中医师针透过刺激穴位以改善经络中气的流向，使症状减缓。中医科医师在谢小姐两侧耳朵上的穴位、耳门、听宫、听会等穴位，以及头顶的百会穴施针，使耳朵与头部的气血循环佳，耳鸣的症状就会减缓。每周一次为期3个月的耳鸣舒缓治疗，以声音遮蔽治疗、心理减免治疗、耳部针灸等3合1整合性治疗方式，以舒缓耳鸣的困扰。黄医师看起来哦，这个事情也是蛮复杂，然后在治疗方面好像也需要很多的一个用心哦。那能不能跟我们再聊一下说，当初谢小姐来你看门来看你门诊的时候，她是什么样的情况？对，其实她一来就是那种愁容满面啊，事实上他问题还不少。他除了耳鸣困扰他2年之外，然后他其实他还有右边会头痛，而且他会睡觉睡不好。哦，对，那时候我们检查是发现他除了耳朵啊听神经有点受损之外，他本身啊鼻子也是有鼻塞，然后有睡眠呼吸中止的现象，所以造成他这么多原因，然后造成他睡后睡不好。这样子，所以事实上那病因就是还是要鼻喉科来处理才可以。那我们刚提到这个耳鸣，这种困难治疗的耳鸣，对，到底什么原因会造成耳鸣？对，刚刚有提到说耳鸣有2大类嘛，是非神经性的，刚刚讲中耳炎、外耳炎，或是耳朵附近的肌肉紧绷，鼻子过敏造成耳咽管功能不好，对，找这种就只要病因我们用药物治疗很快就好了。但是有一些血管瘤，血管瘤这个就是要特殊的开刀或者其他的治疗。是，那比较难产的就是神经性的耳鸣，这大部分都是我们所谓的噪音伤害，或是耳毒性的药物伤害，或者说耳朵本身神经发炎了，还有一些很比较重大的疾病就是神经瘤啦，听神经瘤。是，那有些人是脑部因为一些自体免疫的关系产生一些神经那个髓鞘有一些变化，所以脑部也会产生一些声音出来。所以事实上还是有非常多不一样的原因所造成的一个症状。对，那去好好的鉴别诊断是什么原因，再针对他的症状、他的原因治疗才是很重要的。对，那么刚刚提到耳鸣，我们刚片头里面听到的这种缠绵的声音，对，大概我们耳鸣在你的临床经验里面哦，还有哪些声音，它的那个声音的内容是什么？没有错，耳鸣事实上是非常非常的多种了。即使在同一个人，他的耳鸣声音也会在不同时间有一些小变化，不过大致看起来如果是属于听起来比较低频率的，而且是会波动的。比如说我们听到心跳的声音，蹦蹦蹦，咻咻咻，这种比较低频率的声音，这大部分都是非神经性的耳鸣。那这种东西都是治疗后很快就好了，是，或者是血管瘤找到之后把它治疗就好了。可是如果是属于那种比较高频率的比如说沙沙沙沙沙沙蝉鸣叫，叽叽叽叽叽叽叽，或者是说有一些像青蛙叫，汪汪汪汪汪汪汪，呱呱呱呱呱呱，这种一直持续存在高频的声音，这种比较属于神经性的耳鸣。那刚好提到说，可能是神经有一些受损，或者长了一些神经瘤，或者神经有一些病变。所以实际上有个症状里面可以让我们有个初步的诊断，但实际上到底是什么原因，对，还是要我们耳鼻喉科医师来慢慢的给他做一个进一步的诊断。对，那像这种耳鸣那种长期过来对病人，因为很多很久啊，病人很困扰啊，对，会对病人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对啊，没有错啊。如果耳鸣很小声，刚开始觉得还好可是每天都这样听的时候，其实患者第一个会担忧自己是不是得了什么神经瘤啊、脑癌啊，什么一大堆的。然后，那第二个是这些焦虑的症状，慢慢的会去影响他的睡眠。
那睡不好久了之后呢，慢慢的患者就开始有一些忧郁，忧郁的症状就会出现了哈，所以这样恶性循环，好，就会造成他白天工作不专心了，好，没办法好好的做日常的生活，对，所以对一个没办法解决的问题，我相信病人一定是非常痛苦哈，对，那甚至这个影响到普通白天的工作生活之后，会进一步影响到整个生活，所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方法，我相信是病人的福音。那现在目前对我们这种有耳鸣的治疗有什么特别的治疗方法吗 ？OK， 就如果是非神经性耳鸣，刚提到诊断之后给予药物或者是手术治疗，很快就好。但神经性耳鸣，然后其实确实不好治疗了哈。那通常来讲的话，我们会给他各式各样的治疗，比如说最单纯的药物治疗。第二个是如果他有失眠的话，我们会给他做一些失眠的一些特殊的一些卫教、一些技巧的训练。那第三个，如果这样子的治疗还是不满意的话，就要进展到我们所谓的耳鸣舒缓的治疗。对，所以事实上我们不是只有治疗耳鸣而已，对，它可能造成的啊睡不好啊焦虑 等等，我们事实上也都要考虑进去，这个是全人的一个治疗方式嘛。对，那刚刚黄医师提到这个耳鸣的舒缓特别门诊，这部好像我们在医院有，对，我们刚刚有稍微介绍一下这个耳鸣舒缓特别门诊这个团队的一个组成。没有错，我们的耳鸣舒缓特别门诊是台湾算是第一个成立的，然后自从也算是全世界第一个这样子有三合一的耳鸣舒缓治疗。那我们三合一里面第一个就是所谓的特殊窄频的声音的遮蔽疗法，这就类似我们过敏要做减敏治疗一样。是，好，第二个就是因为耳鸣会造成一些心理一些问题嘛，哈，所以我们有心理师帮他做心理的治疗。那第三个就是我们有中医科的医师可以帮患者做耳朵的针灸的治疗。对，这三个科的医生一起来帮患者服务，让他不要这样子东跑西跑奔波在不同的诊间、不同的医院里面这样子。那希望病人来我们这边就是同个时间、同个地点，我们给他三种。同时给他三种这样子的服务，我想这是病人的一个很大的福音哦。那刚听到那个黄医师提到这个三合一有这三种哦。对，第一个就是声音的遮断治疗，这看起来是蛮专业的哦。那么请黄医师再给我们进一步介绍一下什么叫声音的这种遮断治疗。好啊，我们的特殊窄频声音就是我们去制作一个特殊类似耳鸣的声音，然后让患者去听。好，因为我们耳鸣就是因为我们的耳朵跟神经产生一些乱放电的现象，我们这些声音呢，我们就是长期去听了之后，我们慢慢的脑部会产生一些变化，耳鸣的声音就会被我们外来的声音所压抑下来，好，所以耳鸣就会慢慢越来越小声。那我们可以先听一段，我们用的那个耳机在耳鸣的声音啊，哈，我们可以先听一小段。好，那 OK， 好。所以我们刚听到这个声音，那好像需要一个特别的耳机哦。那为什么要这种特别的耳机来手做这方面的治疗？没有错，因为病患的耳鸣不会只有这么单纯的一个声音了哈。那所以呢，我们不可能放一个声音让所有人都一起听。是，有些人也许听第一个他听力不好听不到，有些人听觉太敏感，他会觉得听起来很痛苦。是，所以我们就是每个患者会发一个这种耳机。我们就是给患者每个人去调他最舒服的音量让患者去听，然后我们有不同的频率的声音让患者去听，他可以选择他最舒服最好的那个声音，所以就需要这种耳机，一个一个，这是一个客制化的结果了。对，那能请黄医师再简单的介绍一下心理的疾病治疗还有这个中医的治疗这部分。因为刚有提过耳鸣会产生一些心理的一些障碍，然后比如说情绪啦、忧郁啦、失眠啦、焦虑啦，所以我们一定要我们有一个很强的心理师来帮患者来引导他们来做团体治疗，他可以用一些肌肉放松的训练，还有一些转念的方法，还有所谓的自我暗示的一些做法，这个患者自己做不来的，所以一个一定要一个临床心理师来帮忙这些患者做，所以病人可能要常常来上课才对。对，没有错。那中医这部分的方法呢？中医科我们也有一个很强的中医师团队，好，我们可以帮患者做一些跟耳朵耳鸣本身有关系的一些穴位，我们会跟他施针，让患者去做。但是这样的治疗绝对不止一次而已了哈，一次绝对不够，所以患者要有耐心来参加我们每周一次。连续三个月的这样的持续的治疗，这样才会效果比较好一点。所以我们这样这么复杂的一个耳鸣的成因，尤其是神经性耳鸣，它如何能够好好的
去治疗，像我们这个谢小姐这样子哦，她后来有一个很好的进展。那耳鸣到底这方面我们怎么样有一个比较好的进步的一个方法、啊，让大家更能够了解呢？我们进下一段影片，请进影片。耳鸣的成因可分为非神经性与神经性两种，造成神经性耳鸣的原因有耳垢、耳咽管功能差、外耳炎、中耳炎、耳朵附近肌肉痉挛或血管异常等等。这类非神经性耳鸣通常是低频率的声音或有搏动的特性，确诊之后通常可以治愈。另外一种神经性耳鸣的原因通常是耳毒性药物伤害、内耳或脑部循环不佳、病毒感染、内耳或脑部受到外伤或撞击，或是自体免疫性发炎、听神经瘤压迫等。另外，内耳或脑部自然的退化，或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症、肥胖与慢性肾脏病等等，也会造成耳鸣的症状。这类神经性耳鸣通常是高频率的声音，没有搏动感，对药物治疗的反应不佳，更会造成失眠、焦虑、忧郁、精神不佳等症状，进而也会影响日常生活与工作表现。谢小姐就是属于此类耳鸣的患者，不只受到耳鸣的困扰，同时还会有听觉过度敏感的症状。最近 OK 吗？你觉得？很好呢。最近很好。明白明白。接受耳鸣舒缓治疗已经两个月的谢小姐，定期回到耳鼻喉科黄俊豪医师的门诊追踪。你本身耳鸣的声音有比较小声一点？小声一点。比较小声啊。我是刻意去想它，就会小声。OK， 以后啊，睡觉呢？睡觉也好，那耳鸣的那些声音治疗还是持续，好，那中医的治疗还是持续，哦，那就心理这部分，就是我们每次都有不同的课，好，好不好？好，这不错，谢谢你，很用心，很好，很好。因为人都有压力，多多少少都会的，啊，把那压力减缓下来，啊，自然你的心情会比较好，啊，心情比较好的时候，你就放开了，你的心情放开的时候，哎，这个声音没什么严重吧，只是比较吵而已。心结有点打开，说好，既然有这个声音跑出来的，你要有耐心，继续那老师教我们的继续做，啊，你调整你的心态，这样一定有改善，要自己对自己有信心呐、啊。以前是比较不容易睡啊，现在比较好睡，比较容易入眠啊，就是会半夜再起来，还是会起来啊。我是从那个心理去调整，这样自己把自己放松了、啊。不要一直在想这个事情，鸟声还是虫叫的声音，有时好一直听一直听，听了哎就睡着了。后来就呼吸练习法，专注呼吸练习法，躺着好，慢慢吸气啊，慢慢吐气，这样不要一直心思放在那个耳鸣这个身上，这样就比较好睡了。对压力，因为神经性耳鸣困扰两年的谢小姐，在大林寺院耳鸣舒缓治疗三个月之后，不仅耳鸣声变小，也学会了如何与耳鸣和平共处，也终于有方法入睡，不再因为耳鸣而失眠了。其实这个谢小姐真是蛮幸运的，来找到黄医师，我看她是满意度蛮好的，她也可以比较容易睡了，这整个症状都很好的改善。对，那像我们这些这种治疗，我们这种治疗大概要怎么样持续，或是怎么让它能够维持它的效果？对，我们三合一的耳鸣舒缓治疗其实一个礼拜才一次，但是我们至少国外的做法至少三个月了。对，但是这个在这个期间呢，当然我们医师、治疗师、中医师会认真帮患者耳鸣舒缓下来，但是患者本身呢，回家也要跟着我们教他的一些方法，要持续的做了。像谢小姐就做得很好，但是只有三个月之后呢，患者一样要用我们教的方法，自己在家里呢一样要反复的这样做，这样效果才有办法持续的下去。所以就像我们慢性病一样，很重要的就是你不能说啊，治完了完了就不吃药了，对，或是不注意了，它实际上有时候又会再复发起来。对，这种持续性的一个治疗应该是相当重要的。那我们刚提到的大部分都是治疗方面，对，那有没有什么方法要注意，对，能够预防我们耳鸣的这种恶化？没有错，因为耳鸣很重要，就是神经耳鸣嘛，这些神经耳鸣通常都是因为听觉系统受了一些伤害，所以我们最重要的避免耳鸣恶化，就是要保护我们的听觉系统。那比如说，噪音一定要避开。OK， 有一些药物，比如说会伤肾的药，其实会伤耳朵，所以我们这些来源不明的药，
或是含有一些重金属的一些中草药，还是少吃为妙。第三个就是说，如果我们有慢性病，比如说三高疾病、肥胖，我们要好好的控制下来，这样我们的耳朵的循环才会好，这样才不会继续恶化下去。那第四个就是说，啊，假设你已经有中风啦、心血管疾病，那你就要除了吃药之外，你自己本身也要保护自己啊，多运动啊，循环好一点啊，或者是常常吃一些抗氧化物，青菜水果多吃一点，这样听觉系统才不会恶化的太快。有哪些食物这部分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没有，根据以前的研究还有我们自己的研究啦，就是说如果紫菜类的是好，或者是说那些谷类的发酵品、豆类的发酵品，这种通常里面有一些特殊的抗氧化物，还有一些特殊的氨基酸，是可以保护我们的听觉系统，而且可以让耳鸣小声一点。这个观众朋友可以多吃一点。所以看起来这种要预防它恶化，很重要的还是要回归你的正常健康的生活一个形态哦。对，有三高啊、肥胖啊那个等等治疗饮食方面要注意，这样才能够预防耳鸣。你已经到了嘛，然后就是还是好好的去预防它的一个恶化。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想请教一下黄医师说。那我们这个耳鸣这样常常这样叫，常常这样叫，那会不会说，哎，以后听力就会产生问题？好像听力越听越不到，会不会这样的一个它的可能的后遗症？对，没有错，很多患者都问我说，哎，耳鸣会不会让我的听力恶化越来越快？其实我常跟他讲，你是倒过来了因为耳鸣是听力不好、听觉系统不好受伤之后才产生的后果，不是耳鸣造成听力不好了哈，所以实际上是反过来，只是说因为耳鸣一产生了，我们比较早注意到它的存在了哈，所以事实上是耳鸣不会让我们听力变更差，是应该听力变差后才会变耳鸣这样子。那刚有提到说，像这种耳鸣也会造成一个睡眠上面的问题哦。对，那事实上我们知道说黄医师也是我们睡眠中心的主任嘛，那像刚刚都治疗不好了，那再进一步呢怎么办呢？给我们建议一下。没有错啦，就是确实有些患者哈，经过我们这样子的心理师还有我们医师的好好的治疗，他的失眠还是一直没办法改善。他虽然学习了很好的睡眠技巧，他也自己愿意这样子做了。这时候如果真的还是不行，还是要靠药物我们给他短期的药物的治疗，千万不要说为了怕吃安眠药就让失眠一直下去，这样反而不好。对，那一般对睡眠失眠有什么样的建议？说，对，有什么方法让睡眠卫生会比较好一点？可以跟你简单的建议一下。没错，其实睡眠要睡得还要有技巧的了哈。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睡觉前两个小时，尽量不要喝酒，对，不要激烈运动，是，不要喝咖啡，然后在睡觉之前一定要试着，开始慢慢的让自己心情平复下来，让我们身体的体温慢慢的下来，呼吸要顺畅，把白天的事情呢抛到脑后，不要想了，然后一个很好的睡觉的环境，比如说要安静，要灯光暗一点，这样我们脑部才会开始真的想睡觉了哈，所以这是需要技巧跟学习的。对，那我们今天实在是非常感恩那个黄医师哦。耳鸣的这种原因是这么的多，这么的复杂。那我们很感恩我们大连有这个团队，能够提供不同的这种治疗方式，给我们病人有一个比较好。尤其这种长期受到耳鸣困扰的这种病人，他因为睡不好啊、社会功能等都出现问题呢，我们有这个团队来帮我们的病人，那实在是病人的福音。今天很感恩黄医师接受我们的访问，感恩，谢谢。